他见到了狂乱迷茫的风暴，拯救了误入歧途的巨龙，待和煦的风重新吹向这片大地，吟游诗人口中又唱起自由的歌谣。他见到了盘延不移的坚定，与人们携手讨伐魔神的气魄。市井的欢笑如常，空中的飞阁将一直见证这片海港未来的繁盛。他听到了人们心愿的低语，于是向威严的雷霆发起挑战。当梦想在无尽的湍流中生根发芽，永恒也被赋予了新生的意义。他嗅到了草木的气息与玫瑰的芬芳。接下来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，哥哥？